聚散都相依，相思两不离，爱命刻于心底，永别。为你一见倾心，为你一生钟情，只求你知道知道你对我一往情深，我却辜负了你对我的爱。虽然娶你是我报复的一个手段，可是面对你的善良，我发现自己真的渐渐爱上了你。我绝对不能再让你以我为耻，所以我选择了我应该做的事。愿意为可以心安理得的报复秦王爷，可是在我做了那些违背良心的事之后，我反而更加寝食难安。如果继续为仇恨而泯灭良知，不但无法洗刷我之前的屈辱，反而倍觉无耻。我只有交出龙藏经，承担一切罪行，才能够原谅自己犯下的过错。阿玛和额娘的养育之恩，永恒只有来生再报。东来见长说只叹宿命开过荒唐，深情都桑珠，你一定要为我好好活着。我不敢奢求你能原谅我，但是我真心祈愿来世能与你再结连理。
以弥补今生所亏欠你的一切，永贺绝笔。玄烨，此事已经真相大白了，你打算如何处理呀？这两项新的证据足以证明静轩没有违抗圣旨擅自出兵，是阿尔尼在永贺的怂恿下鲁莽行事，才使朝廷蒙受了损失，理应还静轩一个清白。谢皇上恩典。永贺虽然因为仇恨蒙蔽了心，一时犯下了错误，不过他能够及时悔改，以死全消，一心承担了所有的罪过。玄烨，你可愿意成全永贺的孝心？皇祖母，朕可以答应其罪不及妻奴，但图哈心思不轨，死罪可饶，活罪难逃。最可恶的就是霍王爷与敬贵妃，他们为寻私仇设计陷害忠良，虽然此次并非是他们亲手所为，但教唆之罪也不可轻饶。老祖宗，美离，你怎么了？美离，快传太医来！美离，你醒一醒！夫人无需担心，少夫人是有喜的，恭喜夫人，恭喜少夫人。我有喜了，永贺，永贺，你听见没有？我们有孩子了，我们有孩子了。你刚怀上孕，千万不能哭啊！永贺虽然走了，但给咱们家留下了血脉。为了永贺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听见没有？额娘，我想到这孩子一出世，连阿玛一面都见不着，我就心如刀绞，你叫我如何忍得住这份伤痛啊？永贺，夫人，少夫人，
少爷回来了。哎呦，你这傻孩子，是阿玛害了你了，都是阿玛害了你呀！该死的不应该是你，也该是我呀，王和。平平安安把小主子产下的。哎呦，美丽还没足月呢，孩子要早产了，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生了，美丽生了，美丽生了，生了。是啊，主子，您终于可以放心了吧？你听，小主子哭声这么洪亮，一定会健康强壮的。是，走，我们快去看看。哎，快去，快快快！美丽，你放心，孩子很平安，恭喜你呀，你生了个白胖小子。来，悠悠，哥哥，你看这孩子虽然只有七个月大，可壮的呀跟足月生的一样，可结实了。景轩身体那么强壮，儿子当然壮了。闭嘴！你既然已知该死，叫朕如何原谅你？皇上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臣妾一时糊涂，请皇上饶命啊！一派胡言！你何曾糊涂？朕多次提醒过你，你就是执迷不悟，这都是你咎由自取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你曾经答应过姐姐要好好照顾臣妾的，就看在姐姐的面子上，你觉得臣妾网开一面吧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景贵妃，朕其实待你不薄，如果你不是心怀仇恨，忘不了那些恩怨的话，你真的有可能成为朕的皇后。Thank you.
霍王赫舍里伯济尔，敬贵妃赫舍里敬贤，妇女勾结，挟怨报复，祸害忠良，勾结镇北大将军叶赫那拉图哈，危乱军纪，损我国威，罪无可恕。霍王贬为庶民，敬贵妃打入冷宫，图哈摘去官职，发配边疆，永不准回京，即日执行，钦此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庆王爷爱新觉罗敬轩遭人构陷，身系凌辱，经圣上查明真相，还以清白，即刻起无罪释放，钦此。不孝，让王娘操心了。回来了好，回来了好。哎呦，瘦了，真瘦了。王娘，你别难过，回来是喜事儿啊。喜事儿，喜事儿，喜事儿。季轩，我们终于把你盼回来了。你怎么样？一切都好吗？我挺好的，没事了。对了，你身子还好吧？好，太医都定期来给我把脉，一切安泰。那就好。我娘，美黎呢？她人呢？美黎她妹妹，妹妹她操劳过度，提前在慈宁宫临盆了。她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母子平安。老祖宗担心他月子里受风寒，让他在慈宁宫静养，过两天我们就去看他。景轩啊，美丽这次可是为了你呀。我知道，额娘，待我梳洗完毕，我就进宫答谢去。感谢老祖宗再造之恩，景轩才能够化险为夷。起来，快起来。谢老祖宗。景轩，你该感谢的是美黎，她不顾自己怀了身孕，挺着个大肚子为你四处奔走，劝你写自白书，要不是她找到新的证据，我也救不了你呀。是啊，这次多亏了美黎，才能化解危机。对了，美黎她人呢？哎呀，你看看我，光顾着高兴，你洗刷冤狱，忘了告诉你，你当阿玛了。啊，快快进去看看美丽和你儿子，可是个精壮的小伙子啊，长得跟你小时候一个样儿。你回来了，没事了。美丽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没事了。没事就好。这孩子，美丽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伤害这个孩子的。虽然我跟永和之间有那么多恩恩怨怨，
但他毕竟因我而死，也算是对他一个补偿吧。我会好好的把这孩子抚养成人，算是还他一个恩情。我说过，他是你儿子，这是我们两个的孩子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呢？节哀顺变。是，我知道了。表哥，谢谢你原谅了永贺。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桑珠，我知道整件事情跟你和表舅没关系，所以我希望此事不要影响我们两家的感情。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尽管告诉我，表哥会竭尽全力帮你的。表哥，我已经不是过去骄纵任性的桑珠了。眼前有太多的责任，我有婆婆要照顾，有个未出世的孩子要抚养。我会为了永贺好好的活着，你不用替我担心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这小家伙踢了我一脚。景轩，你过来摸摸，感受一下他的心跳，感觉到了吗？这个小家伙就算在我肚子里也动个不停。景轩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也会帮你生个儿子。快快进去看看美丽和你儿子，可是个精壮的小伙子哟，长得跟你小时候一个样儿啊。我说过他是你儿子，这是我们两个的孩子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呢？张继，王爷，我正在办一件案子，怕走漏消息。这是两份血迹，你拿去医馆，帮我看看是否有血缘关系。是，末将这就去办。嗯，张继，王爷还有何吩咐？此事至关机密，不得向任何人提起。是，张继明白。额娘，你就放心吧，一定得小心着点啊。知道了。哎呦，喜儿，你慌什么呀？别碰着小姐了。喜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慌慌张张出什么事情了？我刚刚在王爷书房外偷看到王爷他。王爷怎么了？王爷让张继大人去查一份血亲证明，说是查案子，我怕被发现，王爷要怪我偷听机密了，所以就匆匆跑掉了。老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偷听的。张继呢？刚刚走了，
王爷让他去找民间专门查询血亲的医馆检查。哎呀，老爷，你上哪儿去啊？送到府上去吧。不用，我自己亲自来拿。啊，好好好，那劳驾您过两天再来一趟。爷慢走啊，您慢走。今天你匆匆忙忙离开庆王府，有什么事急成那样？老爷，问你话呢，想什么事儿呢？这么入神啊？哦，我在想啊，他要验的是谁的血亲？他办他的案子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万一这事儿跟素莹有关系？我们是不是应该特别的关注一下啊？嗯，这怎么会跟素莹有关？庆王爷让张继神神秘秘的拿出去到外面去检验，没有通过太医院，他肯定是不想让皇族里的人知道。你想想，皇族里最近谁生了孩子？侧福晋美离呀。对了，说是美离早产，都说是为了营救庆王爷奔波劳累所成。可如果事实不是如此，是足月生的孩子呢？怎么可能？怎么算也赶不上足月，除非……难怪庆王爷要急着迎娶美丽过门，闹了半天是怕肚子藏不住了。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倒也简单了，恐怕是蓝田种玉的人不是庆王爷啊。我想庆王爷此时也一定心生疑窦，要不然他验亲做什么呢？他验亲做什么呢？他验亲做什么呢？孩子，明天我们就要回亲王府了。虽然你阿玛现在不肯认你，但是我相信有一天，他一定会认你的。不管他愿不愿意，额娘都会给你满满的爱，让你好好的长大，好吗？好不好？流
我失了一副网，真荒凉，我泥裳，白头泪沾湿脸庞，欢笑背后竟是永和。虽然你走了，但我一点也不后悔。在我心目中，你是最优秀的男子汉。只怕你铁石心肠。我愿用我一生的时间好好的报答你。到最后恐怕一场，只叹宿命太过荒唐，深情都换来惆怅，新的去吧。等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，我一定会告诉他，你阿玛是最伟大的英雄。繁华尽散作尘埃，启禀王爷，我已经找人检验过了，证明这两份血迹没有血亲关系。你确定真的没有血缘关系吗？是。我知道了。王爷若无事，末将告退。美丽，我都说了，我会好好的抚养永和的孩子，你何苦还要骗我呢？算回来了，可想死我了。儿子，咱们回家了。嗯，侧福晋，快请进，太福晋正等着您呢。嗯，走吧。侧福晋回府了。哎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呦，我孙子回来了。哎呦，快来快来，额娘，奶奶抱抱，哎，奶奶抱抱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快看快看，哎呦，跟静轩小时候是一模一样啊。额娘，妹妹刚刚坐完月子，这万一被风吹着了就不好了，咱们进屋说话吧。哎呦，只顾高兴了，进屋，都进屋啊。哎，哦，进屋坐坐。妹妹，恭喜你一举得男，为亲王府添丁。姐姐同喜，姐姐这一胎一定也是男孩。谢妹妹的金言。景轩，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啊？额娘，依族谱呢，应该是允字辈，我给他起名叫允克吧，克遵礼法的克。允克，嗯，这名字起得好，
以后就叫他允克，听到了吧？多谢王爷赐名。嗯嗯呜、嗯！哎，静轩，来来来来，你来抱抱。来，额娘，您先抱着吧，我以后抱他的机会还多呢。听说美离回庆王府了。是啊，太福晋一直抱着孙儿不肯撒手，他现在是有孙万世族，这会儿可高兴呢。那你怎么还跟没事人似的？你要注意啊，现在美离明摆着生的是儿子了，万一你将来生的是女儿怎么办？那能怎么办？就一直生，直到生出儿子为止呗。更何况阿玛都说了，我这生的都是嫡子，何必与他那庶子相比呢？你真被亲王爷的事情给吓傻了，万一你一辈子生不出儿子怎么办呢？到时候允克不就扶正了？母与子为贵啊，万事都有变数，你不得不防。额娘，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？额娘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不过外面都在传美离孩子的事儿。允克有什么事儿啊？传言说谁知道美离是不是早产，万一是足月呢？要不然那孩子怎么长得那么强壮呢？额娘，你的意思是说允克不是静轩所生的？不是我的意思，外面大家都这么说。额娘，自是体大，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。反正外边都已经传开了，我只是在想，既然大家都对美离有所怀疑，那太福晋还会认为允克是他的亲孙子吗？那样对你不就没有威胁了？主子，请喝茶。主子，奴婢有些话，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。说吧。主子，不知道是谁在乱嚼舌根子，现在宫里流言到处飞，说美离的儿子壮得跟足月生的一样，还说算算时间，恐怕还没进门就怀了孕，说不定这孩子不是金轩的。放肆！谣言从何而来？我问过他们了，谁都不知道是打哪儿听来的。玉茹，去告诉他们，让我知道谁在嚼舌根子，我就割了他们的舌头。是，主子，我马上就去办。不可能！我检验过他们新婚的白绸子，不可能，绝不可能。额娘说的是，虽然这外面呢大家都传得绘声绘影的，可是我也不相信这美离会做出对不起静轩的事情。都怪这慈宁宫照顾得太周全，孩子长得结实，难免引人遐思了。孩儿给额娘请安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啊，不碍事，早上磨剑的时候不小心伤了。闲言碎语不可信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，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当初永贺和美离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他们还说要一起远走高飞。额娘，就算永贺跟美离要私奔，这应该也不会怀上。住口！
是不是我儿子？难道我不知道吗？好事之徒挑拨是非，你们竟然也随之起舞，荒唐至极。这都是因为美离早产所引发的事情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美离是因为救我，所以才过度操劳导致早产。美离尽心尽力做得这么好，你们竟然还在背后胡说八道，她受到的打击还不多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别再乱说了。允克他就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以后不许胡乱谈论。哼！这些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，茶都凉了也不知道来换换。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火气这么大？我能不生气吗？好不容易想利用流言好好做做文章，击退美离。没想到倒惹得老祖宗生气，下令禁止再传谣言。就连庆王爷也坚持说允克是他的儿子，对美离一点威胁都没有。我真不明白庆王爷怎么忍得下这口气。难道我的推敲错了？这两份血迹跟庆王爷无关？今生无缘，约定来生相见，虽说是命中注定，可以见于怀恋。前生的算是天荒地老，说好相逢这一天。虽然你抛却尘缘，却放不下你的心，你的去换了容颜，爱在天地间。啊，今生情，来世缘，心花净土一片。啊，来世情意在山水间。